哎，你在干嘛，星星？嗯嗯，怎么没上去啊？我没给他一了。嗯，那就吃一个呗。你拍出来的感觉跟我看到的感觉为什么不太一样？不一样，可能我用的手机是苹果十二吧。家人们，现在买二手机特别划算，我正在用的苹果十二就在转转买，才花了2500，比新机便宜2000多，用起来跟新的一样。而且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智能检测，特别靠谱。上面的二手平板和电脑也很不错，全部保修硬件，强烈推荐买二手就要买官方验过的。